一年一度的珠宝展一号起在高雄展览馆登场，展场里各种金光闪闪的钻石首饰、缅甸玉还有南洋珠等贵重饰品应有尽有。珠宝展选在母亲节前推出，抢占市场商机，精美的珠宝饰品也成了民众送礼的好选择。母亲节将来临，还在为了送什么礼物而伤脑筋吗？高雄国际珠宝展展出钻石、红珊瑚、珍珠和天然宝石等饰品，吸引许多民众到场参观。跟一般珠宝有一些不同，对，很符合，也是年轻人喜欢的那种感觉，设计感。彩钻是一个 value， 所以母亲节最好卖的是彩钻跟蓝宝、红宝石。高级珍珠饰品款式繁多，富有设计感的南洋珠长链，透过设计师巧思，以黑白相间和小颗翠玉串接，创造出精致时尚感，方便妇女搭配日常服饰。因为长链呢，第一很时尚，然后呢佩戴很方便，就戴上去就可以套，就可以马上就能佩戴了，然后也不会因为你的体型怎样子，所以又大方又典雅。缅甸玉镯一向是深受喜爱的珠宝，质地细腻，颜色柔和，轻微撞击，声音清脆悦耳，也是送给妈妈的好选择。妈妈戴在手上的话，这个那个观感，而且那种心情会不一样。哦，还有就是玉坠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为了让消费者买得安心，展场邀请公证单位在会场设置鉴定中心，从德国引进精密珠宝鉴定仪器，提供消费者购买珠宝的认证。新唐亚太电视叶大为、林宏观，台湾高雄采访报道。